哎，大家早上好，大家晚上好，中国的时间这是我们第四期的美股早班车的节目啊，2月8号，纽约时间现在是8点半，前面三期也是做得相当的不错啊，大家也是反应还是很好，很热烈的，也是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以及每一期都有这么多人来参加，也是。让我们觉得说这个节目你继续办下去的，而且越办越好这样的一个需求啊。这次节目呢是由这个第一证券跟美股实战学院联合一起举办的啊。那大家可以先是关注一下美股实战学院的公众号啊，扫码或者是直接输入这个 US 啊这个 U 啊 RealTrade US 啊，或者是上我们的官网可以查看更多的这个信息，包括我们有一些实战博客。一些博文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视频的一些公开的培训以及学院的培训，上面都会有很多信息可以大家去获取一下。还有就是我们的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加入进入来，我们可以一起交流这个美股方面的一些问题好，一些免责声明，大家可以先看一下那之前一直都有在强调的，大家也可以先暂停一下来看一下啊。还有就是，股票与投资存在风险，并不适合于所有的投资者，等等等等这些一些风险方面的一些声明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的。好，另外呢，我还是想说，宣传一下，我们美股实战学院有很多公开的教育项目，这方面就是包括像公开课以及一些美股方面的一些实时的资讯。像早餐或者是盘后点评或者是美股周报这些都是我觉得对所有的美股投资者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些信息以及一些基础的一些培训公开课以及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个美股早班车都是说我是属于纳入到我们这个公开教育项目当中的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服务以及于受益于广大的这个美股投资群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现在我们做了有7个系列，已经完成了1到7个系列，在我们的官网以及在我们的视频这个北美的这个视频网站上面也有或者说如果说您在国内的话，可以上优酷跟腾讯看也可以直接搜美股实战学院应该就会出来的。另外，学院的构成框架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有4个实盘群，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股票的一些培训班。那我们有系列的盘后培训，也有期权跟期货的培训都有。那如果说是想更多了解的话，或者说喜欢美股方面的交流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公开的所有的交流群，大家可以进来实时讨论一下美股，也可以跟老师有些互动，也可以这是大概一下美股实战学院的一个介绍那美股实战学院不光是有这样的一个实盘群，还有这个盘后的这个培训。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还有一些我们的所有的培训都是以视频的形式录制下来文字资料跟图片资料呢都基本上是PDF Word 文档这些都上传到云盘里面的都在我们网站上有的还有这视频的话都上传到我们的各大这个视频平台上面大家都可以去回看的特别是我们有之前有很多期的公开课。大家可以去回去查一下，去看一下，我觉得都是做得比较好的一些也不能说是太基础吧可能是比较适于于实战的一些美股方面的内容大家可以去回看一下。好，那就是介绍了一下美股实战学院，因为我们今天的一些计划呢跟往常一样的，先是做大盘的一个深度的解读，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些。热点的事件跟这个热点的板块个股，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也欢迎大家提出，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来最后来一个即时的答问即时的这个问答呢，可能希望说能够留多点时间吧，那我们先赶紧开始赶紧开始。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去到这个应该是有一个工具栏这里呢。去到这里叫问答问答这个地方可以输入你的问题可以输入你的问题
就不要在聊天这一栏这里输入了，可能聊天到时候发的人太多，可能会被埋没掉啊，可能会看不到，还是发到问答这里啊，一条一条的，一会我会一个一个的回答。好的，好，我们看看这个大盘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那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信心指数啊，一个短期的一个信心指数。这个表呢很短，从1月初到这个2月7号，今天昨天啊这样的一个表格，那它是显示了市场短期的一个信心以及投资者的一个情绪是如何的。那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两条熊牛线啊，那这个红色这边就是属于说是信心过足，或者说过于的乐观啊，过于的乐观，投资者过于乐观，通常会出现怎么样一个短线的一个回调啊，通常会出现短线的一个回调。那我们看到在1月初的时候，其实投资者是非常乐观的，以及1月中旬，以及1月底，甚至说是2月初的时候啊，也是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一个高点，高点，高点啊。那出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通常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短线止盈的一个区间了啊。那回到说这个绿色线这边呢，就属于是一个 buy zone 啊，接近一个超卖的一个反弹的区间了啊。那至少会短线会有一个反弹啊。无论如何，那我们先看看最近呢，这两天也是到达了一个短线接近超卖的一个区域了啊，短线接近超卖的一个区域了。所以这边呢，目前来说，我觉得就这张表给我们的结论是看反弹的啊。我们再继续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深度、更深度的一些东西啊。那这是一个从期权链上来看。来看这个熊牛的一个表格啊，那这个excessive pessimism 就是极度的一个消极啊，极度的消极，这边反过来呢就是一个极度的一个乐观啊，极度的一个乐观。那我们可以对比来看一下，我这边把那个笔给调出来啊，好像每一次我们这个到极度的乐观的时候呢，好像都意味着市场短期的一个顶部啊。那反而，如果说是到一个极度消极的时候，好像都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啊怎么样一个底部啊，这个规律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规律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规律应该是比较明显的。那注意，这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指标啊，这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指标，那可能整个周期就是几天1到2周这样的一个交易日。那我们看到最近也是跑到了一个极度的一个消极。极度的一个消极，那是否会是有一个底部在这里出现呢？啊，那我们去关注一下。那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我们再看看下一张图。下张图这边呢，刚刚那张图是所有的这个是 equity 意思就是股票啊，股票个股啊，股票个股。那这个是 total 呢是包括了指数 ETF，比方说 SPY、QQQ 啊。还有这个 Russell 2000这个IWM 中小盘的这个啊，也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像这样的一些指数的 index 的 ETF 啊。那我们看到，如果包含了这个 index ETF 来看的话，每次到这个 pessimistic 的时候，如果说极度的冲破了这条分界线的话，似乎好像都是一个底部，对吧？似乎好像都是接近于一个底部啊，这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底部了。那这个是川普当选前后了啊，川普当选前后，那这边也是啊，每次上接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冲出这个地方的时候，似乎短线市场都会出现在一个底部啊。无论如何，好像都会有一个小反弹啊，不敢说是一个大反转，但是呢，好像都会有一个小反弹。那每次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现在也在这个位置，感觉好像。是否也是要有一个底部出现呢？啊，那这也是一个疑问。那跟刚刚那张图对比来说的话，刚刚那张图似乎更接近于这个绿色这条线啊，但这张图反而没有这么接近绿色这条线，说明买 ETF 看涨的人，就是买这些指数 ETF 的期权 call 看涨的人，相对买个股的看涨的人要多一点点。说明可能大家已经把这个策略转化为以 ETF 为主这样的一个交易策略啊，反而以个股为辅了，因为个股呢相对来说看空的人会比较多，可能会比较疲软啊，可能会比较疲软，相对来说看涨 ETF 的人可能会比较多啊，所以 ETF 可能相对会较强，那也是
说明这个市场短线的一个比较乏力的一个情况啊，很多这些热钱以及这个短线资金都在炒作 ETF， 而不是说在做过多的这样的一个个股的一个持有啊，所以这也是刚刚那两张图一个对比出来的一个结论。那我们看看原油，原油 ETF USO， 这个大家经常也是提问到啊，最近昨天这个原油库存非常的夸张啊，非常的夸张。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比预计要高出了5倍，非常大的一个预存的一个库存的一个存量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原油昨天这个盘后也是跌了啊，原盘后跌了，今天盘前也是维持这个跌势，在51块5左右。那我提到当时如果说是原油期货 CL 啊，原油期货啊，跌破52的话，那这个下降空间很有可能就打开了。如果说今天不能站上52的话，原油可能会有一点点危险。那我们看看从期权的情况来看的话啊，从期权的情况来看的话，原油也是接近到一个超卖的一个区域了。那每一次到超卖的区域的时候，似乎都是一个什么，好像似乎都是出现一个短期的一个底部，看到没有啊？我之所以分享这个指标呢，是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准确啊，非常的具有参考意义啊，非常具有参考意义。所以呢，从这个指标来看的话，每次接近到这个区域的时候，或者说接近到绿色线或者绿色线以下的时候啊，可以看到都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短期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底部。所以说，石油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虽然说已经是破位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回拉的可能性的，还是有个回拉的可能性的啊。这边可能接近到一个敢跌敢买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思路是这样子的，具体的我们还得看技术图形来确认我们的思路是否是有这个可操性的啊，是否有这样可操性的。好，再看看这张图啊，这张图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我所有的这些图的来源呢，都是来源于 Sentiment Trader 这个网站。这是一个付费网站的一个付费信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订阅一下啊，不贵不贵，几十美刀一个月的啊。那可以看看这个，这个是 Hedge Fund Exposure Index 啊，就是对冲资金对股票的市场的一个曝光率啊，一个曝光率，也就是说他们的仓位是否是大量的持有股票啊，这样的一个指数。那我们看到每次好像这个对冲资金大量持有股票的时候啊，似乎好像意味着都是底部啊，对不对？似乎好像意味着都是底部。那对冲资金是通常我们把它称为是这个大资金，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同时也是 smart money 啊， smart money 聪明的钱，聪明的钱呢，他们会走在最前啊，通常会走在最前，他们会卖在最高，买在最低，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啊。那我们看到每次对冲资金的这个指数跑到了一个较高的一个较为乐观的一个地方，似乎好像都意味着是一个短线的一个什么，一个底部，对吧？一个短线的一个底部，哎，大家都能听到吧？哎，如果说能听到给我个回应啊。我看到大家好像没说话，我感觉好像是有人卡了，还是有人没听到啊？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这次节目都是录制下来的，所以说，如果说有错过任何重要信息的，或者说不能全程参与的，都可以回看啊，都可以回看。那我们这次也是跑到了一个极端的一个位置啊，极端的一个位置，从这个11月、12月、1月开始到2月初啊。这个对冲资金是不断的一直在增加对股票的一个 exposure， 所以说这里我觉得注意的是有这个 smart money 跟大资金入场的一个前提下啊，那短线的波动难免会有，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大资金跟 smart money 这么看好的一个前提下，我觉得市场好像中期啊还是有很长的一个路可以走的。还是有很长的一个路可以走的啊。那我们之前都没有说到达一个这么极端的一个位置啊。那说不定可能短线会有回调，因为怎么样呢？该买的人都已经买了，那
这些人这个 smart money 跟这个大钱都已经进去了，那谁来去拖这个市场呢？或谁来去轰高这个市场呢？啊，对吧？这也是短线的一个问题。但是中期来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牛市信号跟牛市的一个指标，因为有大钱入场了，一般成交量跟资金先入场，后市肯定会有一个作为的啊，肯定会有一个作为的。那我们还是继续看涨美股中期的一个表现，甚至说2017年全年的一个表现啊。那短线的弱势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机会啊，短线的弱势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机会。好，另外在更为深度一点的啊，更为深度一点的看看这个市场的这个成交量啊，以及一个深度指标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看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讲的 MYMO。不了解的同学可以去百度 Google 一下啊，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定义的一个解释，这边我就不浪费时间了啊。那每一次 MYMO 跑到波轮聚变上沿的时候，似乎都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顶部啊，短线市场的一个顶部。我们看到背后这个绿色的小山也是越来越小了，绿色的小山也是越来越小了，说明这个趋势还是在往下走的啊，趋势还是往下走的。这个内部情况是越来越糟糕，虽然说股指是不断的在创新高，但是内部情况却是不断的在走坏不断的走坏。但是呢，这也不影响股市继续去创新高不影响股市继续去创新高。虽然说这是一个内部指标方面的一个背离，那我们看到其实在整个去年的夏天以及到川普当选的前后这个深度指标也是跟这一段周期感觉是差不多的，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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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区间内上下好多次，最后呢触及到一个底部，一下子一个非常大幅的一个拉升非常大幅的一个拉升。那我觉得投资者反而是在等待着什么反而是在等待着什么，现在都是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成交量在等待。那很多不确定性在这里，政治上、经济上、美股的财报季还未结束等等，很多这样的一些外围的环境以及内部的一些因素影响。当然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川普的一举一动那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会导致短线的一个弱势。我们看到 MYNO 在前两天的一个反弹到了一个高点之后，现在已经回落了现在已经回落了。那虽然说昨天是创下了一个较高的一个点位较上一周较高的一个点位，我们可以看到标普500昨天是盘中触及到了一个较高的点位，但是没有能够收在最高，反而这个内部指标已经是开始跌了反而是开始跌了。那今天盘前是有一个微跌的一个情况标普500的股指那如果说是继续向下的话，我觉得再跌可能一两天这边也会触底这边也会触底。每一次到波轮聚变都是底部每一次都是，至少这张图我们可看到的，每一次只要打到波轮聚变就是短线的一个底部就是短线的一个底部。所以说我们等待回调的机会站稳之后，我们是可以继续做多的，哪怕说只是短线的一个做反弹也是非常值得去尝试的。另外我们看到成交量这个蓝色这条线呢，我们把它当作是买盘的一个指数。那买盘的指数很明显在这两天已经有回落了，一个冲高的回落，在上周走高之后特别是周五走高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在周一周二。那如果说回落到这个趋势线的下沿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会转头向上有可能会转头向上。那跟这个 MYNO 这个结论呢也是不谋而合，跟之前我们刚刚分享的一些这个 sentiment trader 的一些这个乐观消极图也是有一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结论，就是短线的弱势可能意味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弹机会很好的一个反弹机会，甚至说这个反弹是否能够变成反转，那就需要时间以及进一步的关注，我们看看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反转而创下新的新高。那我觉得中期的话美股还是有很长的路可以走的中期还是有很长的路可以走的。那这是我对市场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分析的一个看法也是供大家参考。另外看看我们这个板块方面的一个情况，谢谢板块方面的一个情况。那板块的话这是标普500的11个板块标普500 11个板块包括银行科技消费工业
能源基础原料，这个是公共事业啊，医疗，还有这个必需消费品啊，交通板块跟生化。它是一个六月图啊，是一个六月图。那每张图下面都有一个技术指标，是叫 CMF， 一个 Money Flow Index 啊，一个资金流的一个指数啊，一个技术指标。你可以看到绿色多，当然就说明这个资金流入会比较大啊，那当然就是一个看涨的一个信号了啊。那我们看到金融这边资金不断是在流出啊，现在有点资金在正流入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明显资金是没有之前11月份跟12月份那么多了啊，所以银行还在一个区间盘整，并没有突破啊，也没有任何的支撑以及动力去突破，短期来说啊。那我们看到科技股是非常好的，当时上一周其实我也提到了，如果说要做多的话啊，我选择做多科技股啊，我选择做多科技股。为什么？科技股的资金流是一直在往上走啊，自上周之后又是不断的有资金流在流入，而且是非常强势的一个上升趋势啊，同时呢已经是突破了原来的一个盘整区间了啊，同时也是去突破了原来的盘整区间了。那我们看到，我把这个笔再次调出来，不好意思。好，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应该是 XLY 啊，这个非必需品消费，也是消费类的板块啊。那当这个 XLY 跟 XLK 两个属于是较高成长的一个先行指标啊，股指的一个先行指标的板块啊，当他们如果说在领涨的话，我觉得这个市场应该是不会差的。而且你看到资金啊也是在疯狂的一个流入啊，那这边是有流出。但是没问题，又拉回来了。这边又有流出，没问题啊，又完全拉回来了，而且出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高点，说明资金在往里面流啊，资金在往里面流。那 XLK、XLY 上周提到的，依然是我们的重点啊，重点的一个关注的板块。XLI 那这边呢，从11月份资金慢慢的流出之后，到现在开始有资金流入了啊，开始有资金流入了。虽然说创了新高，但是资金流方面出现了一个背离啊，却未能支撑这个新高继续，所以说现在开始回落下来，回落下来。那回落下来之后呢，看看是否会有后续的资金再进入，所以说不定我们会继续的再创下新高。那这个板块也是跟川普的新政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毕竟是跟工业跟经济息息相关的啊，工业经济息息相关的。那 Energy 当然跟石油价钱很相关啊，同时也跟这个美国的石油公司有很大的关系。川普的新政啊，这个新的这个 pipeline 的一个总统令的一个牵涉啊，那这个应该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却不断的向下走啊，不断的向下跌，说明还是有问题啊，说明还是有问题，整个板块，而且资金也是不在这个板块里面啊，资金也是不在这个板块里面。很多人会问我说。最近这个消息面上啊，能源板块都不错的，然后那个总统也是支持，对吧？这个美国能源公司，然后美国的 pipeline 等等各种利好新闻出来，为什么能源还在跌啊？啊，当然消息面跟这个基本面是我们分析的一部分，那同时呢，也要结合技术图形去看我们这样的一个思路是否是可操作性的。那明显这边是一个不可操作的一个思路，怎么说呢？资金在不断的流出，那你就还是在一个下降趋势当中。在未站稳之前，或者说没看到太多资金流入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这个板块啊，一定要非常小心这个板块啊。那我刚刚说的那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你无论怎么想，再完美也好，还得回归到我们技术图形上的一个分析，看看是否是真正的一个可操作的一个情况啊。最怕就是你有想当然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也是我们公开课上面讲的股市与人性当中的第三条，就是想当然。啊，很多人想当然偷懒，最后呢反而会酿成了大错啊，所以说一定要结合技术图形去看啊。那我们看到这个 basic material 不错啊，不错，虽然说资金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是一个顶背离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但是还是有资金在流入的，有点像这个 industrial 啊，这两个都是跟经济信息相关的基础原料跟工业板块啊，还有公共事业也是不错啊，年初至今一直是有资金流入，现在在属于在一个盘整的区间，虽然说资金流出，但还是正的。Healthcare 资金不断的流入，生化医疗啊，生化医疗资金不断的在流入。那最近生化医疗也是非常的不错。这么多板块当中，全年17年至今最好的板块就是表现最好的就是 XBI
表现最好的板块是 XBI，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好像是 year to date 大概 11% 的一个涨幅了。作为一个板块啊，一个多月涨了11%， 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涨幅了啊。那说明生化板块在16年15年的一个超跌之后啊，成为 loser， 那现在17年很有可能是转头成为一个 winner。 那之前也是说过的一月效应，前一年最差的这个板块很有可能成为第二年的一个优势的板块啊，也是因为这个各方面的一些因素吧啊，一些规律性啊，年底的一个 test selling 导致这个板块继续的超跌超卖，到年初可能会有很多人去捡这个便宜货，最后呢把这个年初的板块的这个一月效应体现的非常的明显啊。那只要有资金入场，而且是非常吸引的一个估值非常吸引的一个板块的话，我相信17年可能生化的跟医疗的这个表现会非常的不错啊。目前呢只是看到一些小小的一个开始啊，看到一个小小的开始，并没有说很果断的有大资金啊像这样的流入啊，并没有说像这样的大资金流入，但是也是非常的不错的了啊，非常的不错的了啊。那从表现来看的话是非常的不错，从资金流入看，技术方面来看的话也是非常的不错，从川普的政策来看，从基本面来看的话也是相当不错的。川普跟这个很多生化的 CEO 啊，生化巨头的这个管理高层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交流啊，同意都是要把药价打压下来，同时呢加快这个 FDA 的这个审批过程啊跟时间啊，这样会刺激生化公司之间的一个竞争啊，一个竞争。那大公司当然会有更多的竞争性，那同时呢也会为小公司，小的医疗生化公司呢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平台啊，竞争的一个平台。那其实每一家公司在这个科研方面，特别是医疗生化，会花费很多的资金。那如果说竞争开始加大的话，或者说这个审批过程开始缩短，或者说是这个简化的话，加快的话啊，那这个开销的资金可能会减少啊，因为生化很多都是亏损的这些股票。亏损的公司，因为他们的研究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啊。如果说这个资金减少的话，会对公司盈利能力会有一个提升，这是一个。同时呢，产品可能会上线的更快啊。那这也是对生化方面的另外一层解读了，利好生化板块。所以我们看到生化板块其实在川普开完会之后是一直在涨的啊，现在也是来到了一个下降趋势的一个啊，这边是一个三角形啊，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啊，关键的一个点位了。如果说能突破的话，我相信给予时间啊，会突破的。但是呢，什么时候我还真的不知道啊，可能还得真的结合这个市场的情况再去看啊。那如果说这边要我们要选择板块的话，我觉得 XLK 非常好，不好意思 ，XLK 非常好。还有就是这个消费类板块也是非常好啊，消费类板块也非常好。另外可能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个 XBI 能源，我们看看有没有超跌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机会啊。反转我还不敢去做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幻想啊，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个超跌反弹的机会。那其他一些板块我们可以继续关注啊，其他一些板块我们继续关注。那我们要可能要远离的一些板块我们看一下，远离的话可能跟经济相关的短线来说好像都是偏弱的，短线来说好像都是偏弱的。那公共事业这是一个比较防御性比较强的一个板块，以及这个必需品的消费类板块啊，也是资金有在流出的啊。整体来看所有板块都是非常健康的，相对健康的啊。这里面有非常强势的板块，刚刚提到的这三个我个人觉得比较强势的一个板块，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一个板块，还有这个医疗啊，四个。那其他板块都是相对较弱的，但是并不是非常的弱啊，并不是非常的弱。板块的轮动力，板块之间的领导者的一个转换，也是支撑这个股价继续向上的一个动能啊，继续向上爬的一个动能。我们再看看这个两个月的图，这可能会更明显啊，更明显可以看到 XLK 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 uptrend， 同时 money 不断的 flow in 啊 ，consumer staple 也是 ，XLI。也是啊，金融相对较弱，能源也是相对较弱 ，XLB 不错 ，XLU 下降，生化跟医疗都是向上的，特别还有这个应该是交通指数，也是跟经济相关的，像这个 industrial
basic material 啊，交通指数，这都是跟经济相关的啊，跟经济相关。那叫防御力的板块现在反而是资金流在往下啊，说明市场可能开始转向于风险较高的或成长较高的板块，就是什么 XLK 啦，生化医疗啦，啊，生化医疗科技、消费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强势的一个板块，说明短线市场的这个风险喜好还是非常的强的啊，非常的强的。那加上我们刚刚分析的结论，如果说短线是一个反弹啊，看反弹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会有非常不错的一个行情啊，非常不错的一个行情啊。那就是我对大盘的一个解读，希望这些信息有帮助。另外呢，剩下的时间还是想多多的听一下大家的这些问题啊，大家的这些问题。What's the bottom chart's name? Which one? OK, 秋跟 OK, 接个股的看到了，稍等一下。Bottom chart, OK, 我说一下我这些图的来源吧。啊，说一下这图的来源，这个是来源于Sentiment Trader, 啊 ,Sentiment Trader, 刚刚说了。啊，这个是来源于 StarChart.com, 啊 ,StarChart, 啊这个 StockCharts.com, 啊 ,StarChart.com。这都是我个人设置的图，个人设置的图，链接在网上都没有啊，在我们的学员的云盘上面是有的，学员云盘上面是有的。那我们平时分析大盘就是这样分析啊，非常简单明了的几种方法结合起来，如果说能达到同一个结论的话，那说明这个市场可能就会按照我们所走的这样啊，所想的这样去走了啊。好，我看看大家的问题。好的，行的，没问题。好。对，其实今天忘记了这个说一下这个交易品种啊。好，那大家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啊，大家问题可以继续来，没问题。我们看看这个其他的交易品种。那刚刚也是分析了这个大盘啊，分析这个市场的整体的走势。我们看看美元跟黄金吧，好吧？美元黄金好像大家关注的比较多是吗？美元黄金，刚刚石油也大概讲了一下啊，美元黄金。好吧，这个可能比较复杂啊。我们这样讲吧，这是一个日图的一个交易周期啊，这是一个期货外汇的一个交易周期。那橙色这条线呢，是我们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易周期线。每当橙色这条线到了一个高点啊，到了一个绿色线以上的时候呢，价钱是黑色这条线啊，美元指数的价钱反而会往下走，对吧？这边也是，美元到了一个高点之后呢，美元指数往下走，那到达低点之后，美元指数会往上走啊。那现在美元指数的这条橙色这条周期线呢，跑到一个上边啊，上端来了啊。那我们这边也看到，先是反弹，要跌下去再反弹，那美元指数可能短期是接近一个瓶颈了，一个阻力的地方了啊。所以这边可能要注意一点点的啊，注意一点点的。具体的点位这边我就不做过多的提示了，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交流群，或者说来到我们的实盘群啊，再做更多详细的一个解答。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标普500的这个周期也是一样的，我们放到更大时间级别的一个周期啊，日图的一个周期。那标普500现在已经是接近在一个底部啊，看是否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反弹。那周期也是非常明显的，这边周期在底部价钱反弹，周期在顶部价钱下跌啊，周期在底部价钱反弹，然后周期在顶部价钱下跌，现在跑到了一个底部，是否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反弹呢？我们再继续看。如果说价钱非常的弱的话，周期可能就此转头，也有可能，当然这个概率是比较小的。一般来说，周期都喜欢说是上下，完成一个轮回啊，不好意思。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关注一下，好吗？这个是 ES 黄金啊，黄金其实跟美元挂钩会比较大啊，跟美元挂钩会比较大。那现在市场普遍的有两种声音，一个说是加息，一个说是加息三次，另外一种呢就是加息两次。当然也有人啊，少部分人啦，说是今年可能只会加息一次，而且是在年底。那加息两次的话呢，预计会在12月跟6月。有的人也会说加息三次会在3月、6月、12月。啊，那最早的一次可能就在3月中、3月底
加息。那我个人认为现在市场普遍预计的是加息两次，加息两次。如果说经济数据非常好，像上周五的非农这样子的继续延续的话，非常好的经济数据的话，也不排除美联储会在三月份加息，或者说市场会尝试去 price in 这样的一个消息。那加息会对美元走强有影响，那对黄金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那我们看到黄金指数已经跑到了一个怎么样，一个接近极端的一个位置了。每次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都会出现怎么样，黑色价钱的一个回调啊，黑色价钱的一个回调。我不敢说是反转啊，不敢说是反转，因为黄金还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上涨周期当中。但是呢，如果说一旦接近一个顶部的话，这边要小心获利的一个止盈了啊。那我们是一直有在做多做空黄金啊，一直在这一波上面的吃着利润啊。同时呢，金矿股跟金矿 ETF UG 这个 NUGT 不好意思 Nugget 我们也是一直在做多啊，不断的在做多，从12月一直做多到波段性的做多，做多到这个1月2月底，甚至现在我们继续是持有的。那会考虑黄金的仓位这一两天要开始的止盈了，要开始的止盈了啊，开始的止盈了。那这边已经是给我们一个接近这个上升拉升的一个尾端的一个信号啊，尾端的一个信号。所以说我们还是尊重我们的技术图形上的一个交易信号啊，无论市场其他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啊，市场的媒体以及你个人的想法其实都不重要，市场的观点才是最重要的。那反映市场观点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技术分析了啊，就是技术分析了啊。那因为往往新闻媒体以及市场上的一些噪音都是假的啊，都是假的，所以说这个也要小心，也要小心，不要犯了这种想当然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怪圈啊，或者说一个错误的一个模式。天然气昨天这张图呢，在群里面给大家分享了。那天然气呢，我们现在日图的周期是在一个底部的啊，日图的周期大概的这个时间是一到两周，也就是一到两周的可能是一个上涨的一个周期。那我们从240分钟图这四小时的一个周期来看的话，四小时周期图来看的话，也就是一到两天的一个交易周期，刚刚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也是接近底部的。所以说天然气这边说不定有一个底部的机会啊，说不定有底部的一个机会。那这是价钱的一个规律性周期表示是如此的，真正的情况我们还得看点位啊，还得看点位以及成交量啊，看图形啊，真正的蜡烛图的一个分析啊，这边我就不做详细的一个解释了，详细的一个解释了。如果对期货跟 ETF 有意思啊，有这个兴趣的话啊，可以看看我们的官网以及看看我们的公开课啊，或者说加入我们的实盘群做一些更详细的一些指导啊。好，我们看看这个大家对个股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太好了，今天很快的讲完了我们该讲的一些内容啊。对，顺便也是讲讲这个这周接下来好像是有不错的几个大公司的财报是吧，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像这个 Twitter 跟 Navida, 对不对，哎，其实这周的财报没有上周的精彩啊，但是呢还是有很多这种热门的啊，龙头的大盘的这种股票啊。稍等。好，先看看大家的问题好吗，然后一会儿有穿插的话我再讲一些个股的一些热点啊，个股的一些热点。那这周有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数据跟政治事件的一些重点关注？那今天是有这个原油库存的数据啊，原油的库存的数据。大家如果说对这些经济事件啊，或者说财报这些等等政治事件啊，这些重要的这些事件啊的日期啊，网上都会有，我们每周发的周报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啊，给大家一个表格，告诉大家什么公司在哪一天什么时候发布财报，还有说需要关注的一些政治经济事件会影响市场。好，那 True 的话呢，我们是把它当作是一个黑马股去处理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中小盘的一个股票啊，中小盘的一个股票，盘不是很大，但成交量还是不错的，每天大概五六十万。或者说100万的一个成交量啊，成交量是非常不错的，非常强势的一个上升趋势。那这边也是突破了一个双底，突破了一个双底啊，突破了一个双底。
那这个是早期我们当时 IPO 的时候就有在操作的一只股票啊，非常早的。那当时呢是说有非常好的一个增长前景，后来呢由于官司缠身啊，或者说这个增长前景不行，一路的被打压，从二三十块钱一直打压到几块钱，现在呢已经是接近3倍了，接近3、4倍了啊。但是 W 底这边技术图形会有一个目标的，那这边延伸过去大概4块钱、5块钱左右啊，这边是10块钱。这一波 W 突破技术目标啊，技术上的目标应该是15啊，50、15啊，这样的一个对翻上去的。那现在在一个高位的一个盘整，高位的一个盘整啊，高位的盘整。那我觉得像这样的小盘股，像这样的小盘股，切记不要追高啊，切记不要追高，切记不要追高，不要说突破了就买入啊，突破了买入反而会往往会非常的危险。啊，往往会非常的危险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成交量是非常好的，成交量是非常好的，提前的放量或者是在拉升过程当中的放量啊，盘整，这都是一个看涨的一个信号。但是我还是喜欢说回调再买啊，回调再买。如果说是追高去买的话，很有小心要被套的一个前提啊。我们看到这一天其实是感觉是突破了，对吧？但是怎么样，突破失败了，对吧？突破失败，所以说像这样的股票，千万千万的啊，这是一个实战当中的技巧，一个经验上面的一个经验之谈吧啊。那如果说这边你如果说突破买的话，突破买的话就怎么样，被套了，被套了，对吧？所以说一定要非常小心，宁可等它回下来再买啊，突破的时候反而要准备走了，突破反而要准备走了。那这个已经短线翻倍这么多，而且这个目标离15非常近的股票，我觉得还是做一个波段就好了，因为像这样的公司真的不适合做太长的一个中长线啊，毕竟它还是有很多基本面上面的一个问题的啊，基本面方面的一个问题。好，那这是工业的啊，这个工业的Semtrix 啊，Semtrix 啊，那也是站上8天均线，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当时我说这个地方6.2关注，上周好像是有讲到啊。那这3天也是连续的放量，连续的放量，3天也是连续的一个反转，回到了6.2以上。我觉得只要站在6.2以上，如果说您是非常激进的一个短线的选手的话，短线的交易人的话，6.2以上继续看涨，好吗？6.2以上继续看涨。如果说给一个底线的话，就是5.6啊，5.6如果再一次跌破的话，大概离现在这个点位就是大概百分之，我看看啊。10%到15%这样的一个止损空间吧，啊，这样的一个止损空间吧。如果说5.6再次跌破的话，说明这个股票已经不值得持有了，啊，说明这个股票已经不值得持有了。我们看看原来的6.2这样的一个阻力位置突破之后，现在回踩，现在拉回，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表现啊，比较积极的一个表现。那重要的点位刚刚也给了，一定要小心啊，一定要小心，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都要有一个底线。啊，要有个止损的一个底线啊，就是说到哪个位置你自己心里能够接受，而且你一定要考虑去离场的，而不要说一直亏损啊，不要一直亏损啊，这是一个大忌，这是一个大忌。那这个 Fiat 也是8天均线这边连续2天的一个破位，而且低开低走，而且放量，这个股票短线要远离。那下一个点位10块钱左右。刚好也是上一次反弹34天均线这个位置，再往下就是9.6、9.5了，啊，再往下是9.6、9.5。如果成为学员，可以去我们的官网跟我们的公众号上去看一下，啊，公众号跟官网上可以去看一下，好吗？Facebook，Facebook 也是，Facebook 刚刚上周啊，上一周周三讲过，上周周三刚好是 Facebook 盘后财报啊，那我说了，如果说 Facebook 财报非常好的话，啊，就当我没说啊，如果说财报一般。一般或者说不及预期的话，期待 Facebook 会大跌啊。那 Facebook 财报还行，还行，不能说是非常好，但是呢，至少是把这个预期给打破了啊，至少把预期给打破了啊。那 CEO 跟 CFO 也是在这个 conference call 上面也是不断的强调，在下一个季度我们会继续的，加大这个营销，加大这个 spending 啊，所以可能会对 EPS。会有影响，但是营收增长我们是能够保持这个增长率的，但是呢，我们会有更多的这个开销啊，
会把这个 EPS 给拉低，每股盈利给拉低啊。所以说盘后涨了，盘前也涨了，但是当天一个重量啊，一个巨量的一个，看到没有，一个巨量的一个上影线，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bearish engulfing 啊， bearish engulfing。 虽然说第二天想要继续尝试向上，一样的非常长的一个上影线也是继续的放量，然后现在开始怎么样，非常小的一个买量了，非常小的一个买量，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危险啊，有点危险。放量的一个出货，小量的一个反弹，有点危险，有点危险。我比较关注的一个点位，这个位置。啊，我觉得这有一个缺口， 126 左右。如果说你是中期喜欢 Facebook 啊，跟我一样，我会耐心的等待这个位置出现啊，等待这个位置出现。DB 欧洲的银行，隔一支银行啊，那银行最近也是整体板块还是 OK 的啊，个股呢会有一些些的这样的一个分化行情。那德意志银行你也要看它的基本面的一个情况了啊，毕竟它跟美国很多银行是不一样的，它有很多官司缠身，很多这样的一个诉讼费，很多这样的一个赔偿金需要给，不光是欧洲啊，还有这个美国的司法部，它也是欠了很多钱啊。虽然说都已经和解了，但是这些钱一旦给出的话，也可以看到它财报数字是非常糟糕的啊。之所以大跌，还是因为它财报数字的一个不好。那我觉得这样的要远离一下啊，要远离一下。我更可能喜欢美国本土的银行，像高盛啊，或者是 JP Morgan 啊，或者说是花旗银行啊。那这些看的图都会比 DB 要好一点，同时基本面来言的话，没有这么多的官司，或者说没有这么差的一个财务情况啊。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价位，Deutsche Bank DB， 我建议啊，会有更好的选择，会有更好的选择。Yelp 好像最近要发布财报了，所以说我也不做太多的这样的一个评论吧。2月9号啊，就是在明天啊，明天。那在一个高位这样的一个蓄势盘整，也是回到了原来的这样的一个高点啊。其实跟 Facebook 一样的分析方法，那大家觉得说，普遍觉得说怎么样，财报可能会好，对吧？可能财报会好。那当然Yelp 的财报很有可能会好，毕竟它是一个互联网公司啊，科技公司，很有可能会有高的增长，对吧？或者说这个开销有减少，会有盈利啊，或者说加大盈利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但是呢，我们已经走了这么多了，对吧？在买入一只股票之前，我们一定要想这个股票从哪里来，会到哪里去，什么是关键的点位，什么是交易的一个底线啊，这些都要去自问啊，这几个问题啊。那如果说我们看到现在的话，药已经是涨了这么多了，在这个财报之前回到了原来那个关键点位。那上一次未能上冲成功，为什么这一次会上冲成功呢？对吧？除非财报非常的好啊，如果财报非常的好，那我觉得到52没问题啊，52应该是对52周的一个新高了啊。如果说能够到，如果财报非常好的话啊，但我觉得要不的财报可能不会说非常的好啊，可能不会非常的好啊。最近很多财报似乎都一般般啊，特别是昨天盘后的财报基本上都全军覆没了啊，包括这个迪士尼啊，包括这个迪士尼啊，它现在涨回来一点点了，涨回来一点点啊。很多财报后的一个感觉让人有点猜不透啊，让人有点猜不透，就是虽然说数字很好，但是可能预期达不到，或者说呢，很多人投资人就借此，出货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一定要谨防，财报这个之后，啊，不要想当然的觉得说财报好就一定会涨，不一定的啊，这个是不一定的啊，这个是不一定的。所以说要财报在前，要非常的小心。88非常好，在这个八天均线的一个盘整，那我之前也提到了，在100块钱左右。可以购入啊，第一批作为中长线，作为中长线。其实88没有太多的一个波段性的操作，除非说是用期权啊，除非说是用期权。如果说是非常好的点位用期权可以做，或者说你要做中长线也是可以的啊。现在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做波段实在是太小的一个幅度了，每天大概就是100到102最多了啊，没有太大的一个空间，没有太大的一个空间。如果说突然出现大的动啊，这个
这个震动的话，用期权，或者说有好的点位的话，用这个中长线啊去操作可能会比较。那我觉得下一个点位在99，刚好是20天均线啊。同时，这个缺口这么多天没有补啊，这个跳空缺口这么多天没有补，看到上一次没有？上一次财报也是非常的好，跳高，然后这个缺口一直都没有补，一直往上走，直到最后跌下来，补了缺口，对吧？那这一次是否会重复上一次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啊，是否会重复上一次这样的故事呢？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当然这需要时间了啊，这需要时间了。上一次大概是一个2个多月，2到3个月这样的一个拉升啊，8月份到10月份接近11月才开始走下坡。所以这边中长线吧，中长线吧，啊，3到6个月我们都把它叫做是中长线。如果说是1到2周或几天呢，就把它叫做是短波段啊。阿里巴巴，我觉得是基本面来讲以及技术图形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可以考虑一下。SDAO 是要做空道股吗？这是应该是做空道股的一个 ETF 啊。那如果说像这样的 ETF 的话，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吧，除非说是非常好的一个点位啊。最近才合了股。四股合一股，也是由于这个大盘不断的创新高，道指不断创新高，像那些繁指 ETF 都是不断的在创新低的，现在也是接近一个新低了，接近一个新低了。我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啊，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信号，或者说出现什么放量啊，或者说底部的海底针啊这样的一个底部的信号，目前来说还是真没有看到，而且是非常长的一个下降趋势啊。那这里好像是在一个做底，这边好像是在做底，但是呢。这个底部反而又跌破了啊，反而又跌破了啊，上稳上不去。那我觉得像这样的话，做空道指这样的事情，其实刚刚也分析了大盘啊，我觉得这种反指啊要非常的小心了，反指要非常的小心了。趋势为王嘛，趋势为王，以趋势为朋友啊。现在趋势不在你这一边啊，趋势不在你这边。这只是什么股票？Whitening US Shares， 这个股票成交量太小了，不好意思，没有办法做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分析。这边系统显示它是有非常高的一个分红，而且是一个盈利的公司，应该是一个能源公司吗？哎，真的不好意思，这边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去对这只股票有太多的研究啊。深套，如果说是深套，我相信你可能在会比较高的位置拿到了吧？那可能会不会有分红方面的一个？情况去弥补你的损失呢，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如果说是一只分红股，它分给你的红，分给你的这个利率没有达到这个跌幅的啊，跟或者说跟这个跌幅不能持平的话，或者说不能高于跌幅的话，其实你持有这只股票是白拿的啊，其实股票是白拿的。Mastack 有点破位了，有点破位了，而且不是说非常便宜的一只股票了，虽然说继续有增长。那我觉得 Visa 可能会更好，Visa 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更好。 IBM 我也是中期看涨的啊，一直没有太多的一个回调的机会。如果说持有 Visa 可以继续啊，持有 Visa 可以继续，如果没有持有的话也不要急着在这个地方追 IBM 我觉得任何回调都是买入的机会啊，任何回调都是买入 IBM 的机会。 IBM 已经跟以前的这种 IBM 是不一样的，已经转化为它已经转了很多潜在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前景啊，走向大数据，走向云端服务，同时呢还走向了生化数据，生化方面的一个大数据啊，医疗方面生化方面的大数据，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增长前景啊。所以 IBM 看好。 Johnson Johnson 也是在一个下降趋势当中，没有明显的一个趋势改变，而且这200天均线以下我觉得暂时先远离啊，先等一等啊。老布刚刚也是讲到了，我们看看它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 eBay 的 ETF，在一个关键性的点位这里了啊，我觉得在突破之前可能会有一个较弱势的一个回调，那任何回调我觉得也是中期买入的一个机会啊，中期买入的机会。 Helen， 这个 AGN 你要问多少次，盘前的财报是不错的啊，盘前财报是不错的，我也看了这个数据啊，但是如果说不能破237、238的话，我觉得这个数据可能是一个 sell on news 的一个 event 啊， sell on news 的一个 event。 如果说要买回200天均线左右再考虑买回，我已经提示你中长线持有在这个位置到这个地方
要止盈了，要止盈了。国债三倍 ETF TMF 不错的一个底部，感觉是要一个上钩了。我们这边把它叫做一个是一个叫J hook 这样的一个基础图形，这边做了一个圆碗，这边再做一个圆碗，有点像一个 J 型啊，字母 J 啊，这样的一个 J hook 是否会有这样的一个行情呢？我觉得看看吧，啊，我感觉是不错，感觉是不错，感觉是不错，啊，感觉是不错。J hook 的话一般是一个 ABC 啊，一般是个 ABC， 这边做了一个圆碗，这边做了一个较高的一个圆碗，看到了吗？啊，做了较高的一个圆碗，那我觉得会在这个地方打一下，如果说再回来的话，看看能否再突破向上啊，这是我觉得一个潜在的一个路径是这样子的。那这一段的涨幅是把它叫做是 A 段 AB 段的话啊，这段是 C 啊 BC 段，那 ABCD 应该是能够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CD 跟 AB 其实应该是一样的啊， CB 跟 AB 其实是一样的，自己可以在图形上画一画啊，自己可以在图形上画一画，好吗？啊，抱歉了，这个 BIOC 这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做空的一只股票啊，几乎在最高位置做空啊，几乎在最高位置做空，这种垃圾股没什么好看的啊，没什么好看的，基本上一年可能就是两三次的一个行情啊，一年就是两三次的一个行情，如果说您被套了，我只能说非常的抱歉，因为这样的垃圾股基本上就是靠套套散户的啊，来每天在这个操作在玩的啊，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关注，或者说除非说它有异动吧啊，没有说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空间。这个 HSBC 应该是这个汇丰银行对吧？应该是没错，非常好的一个 uptrend。如果说您还持有的话，6%的分红，这么好的一个 uptrend 向上。财报是在2月21号，我觉得可能要规避一下，或者说要这个有点保护了啊。万一财报不好，毕竟这也是一个海外的银行，万一财报不好，说不定也会这样子啊，说不定也会这样子，也是跑到一个关键的点位了。原来没有上去，这一次如果要上去的话，还是需要加把力的啊，还是需要加把力的。但从技术图形来看的话，这边是非常好的一个盘整，这边是一个有点像 J hook 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一个圆碗，但是如果说这边没有说非常好的利好消息刺激的话，会下来啊。财报在前，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对冲，或者说把这个仓位降低啊，把这个仓位降低。像这些小盘股的话呢，我建议加入黑马群，黑马群可能会有更多小盘股这样的一个指导啊，短线的或者说这种大波段的一个操作啊。这只股票呢，我们在黑马群也分析过。我觉得这是一个较为扎实的一个底部，虽然说这是一个生化公司，没有盈利啊，没有盈利，但是均线已经开始发散向上了，特别是八天均线上穿了20天均线，那我觉得这边是值得尝试的，但是还是要设一个止损，那把止损设在 2.1， 如果说跌破 2.1， 当然就是坚决的离场啊，坚决的离场。如果说不跌破的话，我觉得看到这么多绿色的 bar 有成交量入场的情况下，有可能会有一个小盘的一个逼空，或者说一个小量的一个上涨啊，最终还是得突破 2.5 才会打开更高的一个上涨区间啊，打开更高的上涨区间， 2.5 刚好是前阻力，同时呢也是34天均线，再往上的话当然就是3.03了，3块钱左右了啊，这是一个小盘股，这样的公司不做过长的一个持有的一个打算，都是一个短线的操作啊，都是一个短线的操作，这支公司没有太多的一个理解，应该是个工业的公司吧，跟经济相关 ，shipping 是吗 ？shipping 跟物流的啊 ，OK， 好，好像成交量比较小啊，还行，还行，我觉得这支公司的话，首先我对基本面没有太多研究，但是看到这个PE 还是比较低的啊，偏低的一个 PE 啊，那这边一个下降趋势，感觉这个趋势感觉是要有一个反转的情况啊，我们这边画一个图看一下。我觉得如果说这边再回调一下，然后再往上，可能做一个什么头肩底啊？这边50天均线明显是阻力，什么时候突破了50天均线？在53块5啊， 50天均线是不断的在走动的，现在是在53块5左右啊。如果说突破53块5的话，那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往54或者更高的位置走啊。
非常不错的一个公司。我从这个趋势来看的话，我相信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应该不会太差啊，应该不会太差。腾讯这是一只长线股票了，如果说有大跌，当然就是捞入啊，当然就是捞入。如果说没有大跌的话，我相信也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空间了。没有太多的一个操作空间了，毕竟也是跑到了接近原来的一个高点了啊。像很多中概股，像这个昨天的五八也是不错啊。微博也是突破了啊，那现在也是跑到这个关键的位置。我觉得在经过这样的一个 V 型上拉之后，这一段可能会已经耗费了很多多头的这个子弹已经力量了啊，除非说有非常好的消息，不然这个地方是要考虑止盈了。啊，要考虑止盈。如果说你还有的话，TMF 刚刚说了，哎，石油类的股票去年大跌，我看到有非常高的一个分红啊，这位叫静高的同学 ，WHZT 没有太多的研究，我们私下再聊吧，好吧？这只股票我不好意思没有给到太多的意见，因为毕竟对这个公司不了解啊，不了解。刚刚提到的分红以及。相关的一些信息希望能够 有帮助啊。SMCI, 好，最后两个问题了。SMCI, 这个成交量非常的小啊。哦，还好。OK。在这么大的一根实体，而且是放量下跌之后未能拉回，而且在新的一个岛屿区间吧，原来是在这样的一个交易区间，对吧？现在下到了一个新的一个交易区间，说明这是一个 bearish, 说明这是一个 bearish 的形态。怎么说呢？原来价钱是在这个地方 trading 的，突然跑到下一个等级了，这是一个看跌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开始。当然200天均线在下24块5左右，可能是一个风险的一个极值啊，风险的一个极值了。Nike。在年初这个作为道指表现最好的一只股票，我觉得虽然便宜吧，但是这只股票却没有展现出非常强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价值啊，因为它一直在一个下降趋势当中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过多的关注这样下降趋势的一个股票啊，而且也是走了很长一段时间跑到这个一个阻力位置啊，如果要再次突破的话，也要等到3月28号财报了，我觉得。在这个没有财报的支撑下，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危险。但是如果说你对整个行业有理解的话，因为像我们很多群里面的群友跟这个实盘群的学员，他来自不同的行业，有些来自零售业，有些来自医疗，有些来自生化，有些来自科技，大部分很多都是跟科技 IT 相关的啊，不知道为什么啊，他们也是对科技股啊，对一些 semiconductor 半导体啊非常的了解，所以我也是向他们学习啊，基本面以及板块行业向你们分析啊。那我个人觉得可能我的建议不是说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评论，大家可以自己去考量一下。那这个也是跟刚刚一样，跟腾讯一样跑到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主力趋势线这里，而且是花费了很大的一个力气啊。如果说再次回到这个200天均线，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说你要做中长线的投资的话，我觉得 Nike 跟 Adidas 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好，这只股票我就不讲太多了，这只股票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pump and dump, pump and dump, 一个 promotion 类的一个股票啊，虽然说成交量还是非常的不错的，但是已经接近一个高位了，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这种股票瞬间可以大跌的啊，瞬间可以大跌，这也是一个中概股，这也是一个中概股。微博突破了，已经突破了，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多可操作的，如果说持有拿着，如果说没有那就算了，已经是错过了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线突破，之前也是好几次的一个提示了啊。 Broadcom 要远离这样的股票啊，远离这样的大跌的股票。很不幸我也是尝试有在这个地方想要去做一次抄底的，可惜财报也是不给力啊，可惜财报也是不给力。我们可以看看像这样的这个 Bristol Myers 也是一个医药公司，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价值估值，但是呢大跌之后怎么样，一直往下走，再大跌上来之后再大跌啊，所以说也要有点相像吧，两个感觉啊，所以说这边要非常的小心了，要非常的小心了啊。我觉得中长线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易品种，但是机会还未到
啊，机会还未到，我觉得还是有下降的空间的。好，先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啊。那这个视频也是会把它录制下来，发到我们这个各大的视频官网上面，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啊。也是再次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啊，参加我们的活动。那我们在下一周同一时间啊，我们再见啊。更多的消息呢，大家可以去这个看一下我们这个 First Trade 官方的微信服务号啊，它有没有电话跟邮件，可以去了解更多开户的详情。同时美股实战学院的公众号以及我们的交流群官网，有更多的信息加入到我们的交流当中来，好吗？好，谢谢大家，再次感谢。